原标题晚清最悲壮的英雄，足足被砍了20多刀才断气。此前说16个霸气的自晚清时期，中国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各个阶层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涌现出了一大批英雄人物。其中有一人堪称是晚清最悲壮的英雄，他便是谭嗣同。大家都知道谭嗣同一生坚定地支持变法，并且最终还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当时康有为和梁启超纷纷逃往海外，特别是康有为大肆挥霍钱财，娶了不少妻妾，只有谭嗣同毅然决然流血牺牲，并且还说了一句让后世颇为感动的话：自古各国变法无不有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一直到现在这句话都还是那么荡气回肠。大家要知道的是，谭嗣同可是达官显贵出身，他的父亲谭继寻可是湖北巡抚，他完全可以选择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据史料记载，谭嗣同5岁的时候得了一场重病，差点死去，活下来之后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复生。后来光绪年间，年仅10岁的谭嗣同接受了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从此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中国不幸战败，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据资料揭露，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当时无论是大清朝廷还是民间百姓都认为打败罪而小国日本轻而易举。不过可惜的是，当时日本以举国之力打败了李鸿章的淮军，清廷战败。不久之后，康有为联合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提出了3大政策，这便是迁都和聚合以及变法。此时的谭嗣同十分痛恨帝国主义列强，坚决反对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后来他便加入到康有为和梁启超阵营中，成为维新变法的一员。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慈禧太后突然发动政变，不仅囚禁了光绪帝，并且开始大力搜捕维新变法成员。坦白来说，面对慈禧太后的反扑，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外国友人的帮助下居然逃到了海外去。慈禧太后抓不到维新变法的领袖，自然是大为生气，一气之下下令将戊戌6君子全部处斩。据史料记载，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在菜市口英勇就义，年仅33岁，一同被杀的还有其他维新人士。在当时处决犯人，一般会用2种刀，一种是快刀，刽子手一刀下去，犯人没有疼痛感；一种则是大将军刀，其实就是囤刀，犯人会受到很多痛苦，然后才会死亡。当时慈禧太后为了发泄心中的怨恨，居然要求刽子手使用大将军刀行刑。就这样，谭嗣同足足被砍了20多刀才断气。然而即使这样，谭嗣同死前说，16个霸气的自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不过对于这个贼，后世的看法却是不同的，有的人认为是袁世凯，有的人认为是慈禧太后，当然也有人认为是康有为。笔者认为，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使得全体国民彻底醒悟起来，认为那自身的落后，随之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维新变法运动。不过可惜的是，光绪帝并没有实权，改革因为触及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利益，最终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光绪帝被囚，而谭嗣同则是壮烈牺牲。可以这样说，谭嗣同用自己的鲜血去唤醒国人的良知和意识，希望中国能够走上富强。除此之外，不得不说，谭嗣同当时去寻求袁世凯的支持是一个天大的错误。
袁世凯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去帮助维新派的。而康有为作为维新派的领袖，贪生怕死，在海外更是过着奢靡的生活，着实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